一篇落榜的时候，我们会现场一起唱一首歌，这首歌在韩国叫《光州之歌》，而在台湾是叫做《劳动者赞歌》。这首歌想带起来的意志是：今天不论是韩国，今天不论是台湾，我们今天弱势工人不断的面对的是同样的处境，无良的资方、无良的政府不断的压迫我们今天工人，剥夺我们的生存权，所以我们在韩国工人和台湾人一起唱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一边落榜。来为大家讲话。